一打乐翻天，这里新开个包子店，东奔西走的里边看啊，保证您看了嘴巴馋。这白面在外柔似雪，内有乾坤是样样鲜，金玉翡翠藏不住啊，怎么吃你们吃不厌。哎，您说我俩好像见过面，问我平时在干啥。嗨，恰饭。哎，好好的拉客提什么恰饭呀，你这不败了自己的路人缘吗？路人在哪儿呢？你看看这安静的街道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喊得再卖力有什么用呢？哎，这年头大家都为了生计拼命努力。オレも頑張るナイト。那这位骑士来份刚出笼的大肉包吗？说谁呢，老娘才不是骑士也不是客人，老娘是旁边开店的。哦，那你卖的是？嗯，干嘛打起来呀？嗨，哎，主把意的，这轮到我，希望生意是红似火，南来北往的店里坐，听我把菜单来细说。这山珍海味宫中错，一丝万缕汤里落，纵有愁绪乱不得，外敌汤面穿喉过。原来是开面馆的呀，你也恰过饭？哎，咱能别提恰饭了吗？哎，不是我故意提，要是再不开张的话，就真得去开直播恰饭了。そうですね。你说嘛呢？说的是呢，还不赶紧想想办法呀？这办法，这首先得有客。哎，人，这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哎，主板一点。主板呢？哎，快点快点。哦哦。啊，感觉来了。哎，主板一打，新年好，长辈的关爱少不了，亲戚也往家里跑啊，灵魂拷问催人老。再有那熊孩子打翻手办柜，老婆和高达满地碎，我的脸上笑着心里泪啊，冲出了家门受受罪。说长街漫漫无处去，精神恍惚腿乏力，肚子空空真着急啊，得找个地方吃东西。哎，前面有两位小姐姐，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终于有客人来啦。嗯，有的有的，欢迎光临小可爱面馆。您这是要跟我抢啊？老娘跟你公平竞争，甭说这些有用没用的话，告诉你我没在怕，不管打架吵架还是绑架，这个客人我一定拿下。老娘的搅浑这汤水，敢抢着客人你想得美，要问怎么控制客人的腿，先让你见识见识老娘的嘴。哼，两位姐姐，你们这有啥好吃的呀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上暴躁包子铺吃包子吧，圆滚滚的包子吃了呀，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来。哎呀，这位老铁，吃了咱小可爱面馆的面条，新的一年里做事面面俱到，有条不紊。这吉祥话都学一套的嘛，但你们店里有什么包子，有什么面条啊？哎，主把一打乐开了花，小店的包子是顶呱呱，要问手推的是哪个，当仁不让就是他。他原本是天津的德记号，老板就狗子手一巧，独创了水下半发面呀，漂亮的褶子鸡心道。再后来他生意做的是节节高，忙的是顾不上把客人瞧，人送外号狗玻璃呀，名声在外人人小，人人小。哇哦，是狗不理，这个好哎。狗不理真的没有名吗？嘿，这个古人有云，主把这么一答呀，死憋得咱不垮，咱垮一垮，穿透门是狗不理宝砸。哎，这哪个古人能吟出这个味道的词儿啊？哎，您甭管，他就这么吟了。哎，这位客人里边请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这客人吃什么，可得等他听完咱的以后再选。哼，成，就给你个机会。我吃得特别饱，那也尝过的味道，这辈子都忘不掉。不想再问你，还加不加杂酱？不想再问你，还甜不甜面吗？看住你吃吧，还在品着碗，心里还想着喝一碗面汤。哇哦，是老北京炸酱面，这个好哎！这位客人，您可别做那钟表里的摆呀！哎，给老娘撒开，只许动嘴，不许动手！哎，那你说说，你在店里还有些什么？哎，
哎，你问我店里还有啥？可曾听过那沙姆萨？当年在新疆逛巴扎，好多摊上都有它。看它外表金黄嘎嘣脆，内里是孜然羊肉味。这一口咬下去啊，皮儿薄馅儿大油满嘴，心意的风情溢满胃。哎哎哎呦呦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打动我做啥呢嘛？哎，什么是沙姆萨呀？还有你那个巴巴巴巴巴扎嘿！哎呀，我佛的是，你在新疆逛集市，一定要吃这个烤包子，所有的人都爱吃。哇哦，是新疆的烤包子，这个好哎！哎，客人，您再听听咱的啊！好呀，好呀。是四川的担担面，这个好哎！哎，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。哎，客人您听好啊，啊，本店有一宝，它本是茶楼的小点心，被发扬光大了。这皮白松又软啊，底黄却不焦，撒上芝麻和葱花，这香味把人撩。哎，咱再说这馅儿啊，它是五花八门，猪肉皮冻合计菜单还那么大虾仁儿，你一口咬下去呀，是满嘴的汤汁儿，这营养健康又美味，它能勾走您的魂儿。哇哦，是上海的生煎包，这个好耶！哎呀，客人三思呀，还是咱家的面条好呀。哎呦，我不能干，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的了啊？你哪能这个样子的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说话这么容易串味儿啊？哎呦，你干这个是卖什么东西说什么话，不服气你来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瞅啥呀？老娘真就不服！生煎包，生煎包！哎，客人您等会儿啊，虽然咱方言说不好，但咱高低再给你整个活，哼，看看你能整出个啥名堂景。满花出海心高堂清澈又明亮，撒一把葱花带出一阵清香，清香心神的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这个录音机怎么按一下就能出想要的伴奏呀？这是录音机，加里马塞，这是一位扶桑的友人送来的。Automatic Instrumental Generator。奥托什么哭什么录什么它？哎，就是自动伴奏生成器。啊，这……哎，老娘再给你亮一手。你再把菜单看，还有传说中的拉面。你看这面条它长又宽呐、啊，好像那碗儿大又圆。你要是来了我的店呀，保证你吃的是笑开颜。哇哦，是传说中的那碗面，这个好哎！哼，这场 battle 我是要给你站到底了呀！哟，求之不得。好。这次对手太厉害，逼得我只能把力卖。虽说他唱的也不赖呀，但过一比还是菜。说回来，但几次铺真的好与坏，看我把绝活晒一晒。客人，小店还有一款神秘包子。
哦，你给说说。这包子啊，它白面为皮，松软可口，但这馅儿那可是五谷杂粮，无所不包。有薏米的、青稞的、高粱的、荞麦的、黑麦的以及燕麦的，再来黄小米、白小米、绿小米、黑小米、梅子、精米和鲜米，还有红豆的、黄豆的、绿豆的、黑豆的、豌豆的、彩豆的、扁豆的，加上白硬的、花椒豆、鹰嘴豆，最后来点木薯、番薯和马铃薯，磨成粉和成面，包在这白面里蒸好，送到您面前。哇哦，是白面还包着面，这不是馒头吗？哇哦，是馒头，这个好哎。您这只要是个吃的就行了，是吧？对啊，你俩比这么久，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包子也好，面条也罢，我两个都想要，行不行？不成，今天我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唉，你俩是要饿死我呀。有了，要不咱们这么吧，我把包子给您擀成片，切成条，装进碗，您就凑合再吃个打卤面。您看，要不就这么着，来碗覆盖面吧，您搞一搞。这面片把面汤裹好，您就凑合再吃个灌汤包。这都是些什么硬件操作啊？哎，客人上我家吃吧。哎呀，来咱这儿吧。我这儿，咱这儿。哎，别拉我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喂。哦，导演啊。啊，拜年季的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导演？拜年季？什么？现在就去排练？哎，导演，我还没……哎，怎么了？导演，节目准备好了，我马上就带人来排练。哎，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两位姐姐，我带你俩上节目怎么样？啥节目啊？这不是拜年季导演打电话来催了吗？我看你俩又能说又能唱，一会儿跟我去排练吧。表演啥呀？就把刚才你俩这你来我往的拉客再表演一遍，准行。哎，莫非可以上小电视？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赶紧收拾收拾，出发。哎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大概知道，我在附近加过饭。那事不宜迟，关好店门，走着。哎哎。哎，我都快饿死了，你们好歹先给我点吃的啊。